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今天阿姆办事都大事啊，我们简单准备两桌哈，一家人聚一下。这儿放两泡脚。今天这个天气不冷也不热，就是闷得哈，汗爬起水的哈。走，我们看哈寿星老弟来干啥子。走，寿星老弟来吃西瓜哈。阿公祝你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啊！今天是生日快乐嘞。哦，想我。国际惯例哈，阿公休息一天，那样点火。好。烧油，烧油，烧油。泡椒，泡椒。宝贝儿。农家灶配上农家宴哈，巴适的板。料酒，一圈蚝油，胡椒粉，加入清水。然后鸡精盐码备上调味。煮鸭子烧40分钟就回了。阿公为了土鸡味一个，别看鸡。蒜末，干海椒，椒油，葱花点缀，开饭。你看啥吃啥吃啥哟？好，谢谢你，生日快乐啊！长命百岁啊！这个我们开心，我大干。我请你不要做粉丝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请喝。我的弟真的要闷了。我的弟，我的天，是都，这个关着。我喝哟。那我东西有点虚，喝不完。桌子啊，嗯，祝桌子生日快乐！来开唱歌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起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哎呀，没有那么东西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给他一个手套。我上次收他的，我收他的。Happy birthday！ 好玩吗？不能吃。哎，我。